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嘉嘉。不知不觉间咧，秋天嘅步伐就向我哋行咗过嚟咯。咁特别系朝头早啊，同埋晚上嘅时候咧，就凉风阵阵吹过嚟咧，系非常之舒服嘅。所以好多街坊朋友咧，就开始翻箱倒柜，将屋企嘅大褛咧就抄出嚟啦，见下太阳啊，拍下啲灰尘啊，又或者系直接洗咗佢嘅。不过有啲大褛咧，实在系太重同埋太大件啦，冇办法自己洗。咁呢个时候咧，街坊朋友就会选择话将呢啲衫送去干洗店度洗。但是你哋又知唔知咧？最近有一个传闻系咁样讲嘅，话啲衫咧送完去干洗店之后咧，可能会沾染上一种毒，而呢啲毒咧会影响到我哋嘅肝肾功能，甚至乎咧系会致癌嗰啲。咁究竟呢个传言系咪真嘅咧？呢种毒又系啲咩毒嚟嘅咧？咁今期嘅节目就为大家一一展开调查。随住人们工作繁忙和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更多会将一些衫直接送到洗衣店入边干洗，不单止悭翻啲时间和精力，仲可以更好咁保养啲衫。呢个本来是一件提高生活品质的好事，但系而家却有人话干洗嘅衫唔可以马上着，会中毒。干洗店有毒洗剂导致顾客中毒或致癌。长沙的唐女士全身多处发痒，出现皮肤过敏症状，经过医生诊断是因为接触四六月气而中毒引发的皮肤病。然后唐女士经常都会将啲衫、床单等攞去干洗，结果却令到自己中毒。衣物干洗剂可以导致皮肤过敏。屋企住喺广州嘅高女士，前冇几耐就将西装送到干洗店嗰度干洗，着咗一日皮肤就起红点，医生话系外源过敏性皮炎。央视曝光干洗嘅衫有毒，四六月气会伤害肝脏。央视曾经曝光干洗嘅衫有毒，干洗经常用到嘅干洗溶剂会令人头晕眼花、精神混乱、恶心，甚至仲会伤害肝脏。干洗问题频频曝光，唔知道各位街坊又点睇呢？我哋中心都有系嘛？比较少，要啊？干洗冇啊？有。会有那种怪味，会有，所以就觉得干洗其实也不太干净。有少少。有阵嗰啲好似系消毒水定系咩嘅味道，应该系吧。唔少街坊咧都表示话曾经有将啲衫咧送过去干洗店度干洗嘅经历啦，而且拎翻嚟之后咧仲闻到啲衫有一阵怪味添。不过咧佢哋就唔知道话到底啲衫系点样样洗嘅，咁唔通呢啲衫真系有毒？好地地一件衫，点解会变成毒衫嘅咧？莫非系干洗行业有啲乜嘢我哋唔知道嘅秘密？干洗是从法国那边传过来的，最早的名叫做法式干洗。19世纪早期的时候，有一个法国人不小心将煤油泼在衣服上，以为衣服会污糟，没想到衣服上面的污渍还少了，后来就有人用煤油来干洗，但用煤油干洗依然不安全，而且还有味添。后来就发明了现在的新兴干洗剂代替煤油。所以干洗确确实实是一个化学洗涤的过程。为了了解传言的真假，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干洗衫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干洗呢其实呢就是市民他们觉得呢干洗是完全是没有液体存在的。但是呢干洗其实是有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呢就是化学液体来的，是四六月气，主要就是四六月气。咁後嚟嚟講咧，由於四六月氣對環保嗰方面咧有個影響，同埋對人體嗰方面都係會有一個影響，所以咧近年嚟咧就會有其他一啲補充技術去代替呢個四六月氣，但目前嚟講咧，呢啲技術咧仲係有一定嘅缺陷，所以目前咧大部分嘅乾洗店可以講話95%。上嘅干净点，仲系使用四六仪器。喺调查过程当中我哋发现唯一同衣服有接触嘅咧就系干洗剂啦。咁传言中嘅毒会唔会就系嚟自于呢个干洗剂咧？咁唔知而家市面上所用紧嘅干洗剂系边一啲咧？我哋而家马上上网去查一查啦。通过搜索，我哋可以知道市面上面嘅干洗溶剂主要分为两种，一种系石油碳氢，佢系从石油当中提炼出嚟嘅氢类溶剂，属于第三类，易燃易爆危险品，所以极少使用。而另外一种亦都系市场上最常见嘅一种，叫做四六月氢，因为佢嘅去污能力强，唔易燃烧，而且可以回收反复咁使用，仲可以散面隐藏喺衫入边嘅虫卵同埋细菌等等优势，系而家干洗行入边使用最多嘅干洗剂。咁通过
頭先一番搜查之後咧，我哋發現啦，原來而家市面上咧有好多乾洗店專用嘅呢啲乾洗劑嘅，而其中咧我睇到有一個咧，佢嘅組成成分咧就標注住話係四氯乙烯。佢對人體個危害咧，就按照國際好國內好，佢對人體就有危害，這個係有結論嘅。譬如講係對呼吸困難啦，當佢到咗個一定嘅濃度嘅時候，個人吸入咗唔舒服啦，但又對中枢神經有一啲反應啦，譬如講嘔吐啊、暈眩啊呢啲咁嘅反應啦，以及咧如果濃度咧可能會仲會濃度大仲會昏迷嘅，咁所以咧四氯乙烯咧一定係控制喺佢嗰個回收。一定要控制到係密封。哇！原來呢個四氯乙烯咧，對於我哋嘅人體係有咁大嘅危害嘅喎。咁喺呢度咧，我就有一個疑問啦，係咪市面上所有嘅乾洗店咧都會存在四氯乙烯超標嘅情況咧？嗱，我而家台面上咧就準備咗三件羽絨服啦，一件、兩件、三件嘅。咁陣間咧就會將佢哋送去三間唔同嘅乾洗店去乾洗，睇下出嚟嘅結果會係點樣樣啦。咁而且咧，我哋為咗唔俾呢個乾洗店咧知道我哋係喺一個拍攝嘅過程啦，所以我哋喺送呢啲衫去洗嘅時候咧，就會換成一個偷拍嘅形式啦。那什么机器洗啊？哎呀，皮的话是真没用，厚米皮的那种。是啊，普通的衣服，普通的衣服干洗啊，按洗涤说明洗啊。干洗机里面有很多干洗机的。有生命药水，还有那个石油啊，那种很多的。它是用什么干洗机洗的？它就是专门洗羊毛和皮草的，它那里皮草都可以洗啊。那它有毒没有？洗了之后会？已经没有毒了，都会消毒的。我就说那个干洗机是有毒的，谢谢。对，它对人，它就是说再说环保，它不是那样的。送洗嘅过程当中，我哋都询问咗呢几家干洗店关于干洗剂嘅情况。有啲嘅干洗店仲用好传统嘅石油干洗，亦都有一啲系使用四氯乙烯。但当我哋问到呢啲嘅干洗剂系咪有毒嘅时候，佢哋就开始变到有啲咁啦，含糊其辞。有啲就话啲衫经过高温消毒之后，绝对唔会存在有毒嘅现象。但有啲却话呢啲嘅干洗剂毕竟含有化学成分，干洗之后嘅衫最好唔好即刻着。究竟干洗店系咪隐藏一啲我哋唔知道嘅秘密呢？我哋送洗嘅三件衫当中系咪存在四氯乙烯超标嘅情况啊？呢日之后我哋攞翻干洗之后嘅三件衫，然后再将佢哋送到专业嘅检测机构检测一下四氯乙烯嘅残留情况。喂，你好，生活调查团，系啊，哦咁样嘅，好嘅，唔该晒，拜拜。咁我哋頭先咧就接到咗檢測中心嘅電話啦。咁我哋之前咧送過去檢測嘅三件衫當中咧，其中有兩件四氯乙烯咧係符合國家標準嘅，而其中仲有一件咧就係四氯乙烯咧超出咗國家嘅標準範圍嘅喎。國家標準規定四氯乙烯殘留唔可以超過500 ppm， 殘留量少於50 ppm 對人體冇太大嘅影響。而啱先我哋檢測到三件衫當中，一號樣品嘅三四氯乙烯嘅殘留量係30 ppm， 有樣品嘅三四氯乙烯残留量系78 ppm， 而三个样品嘅三四氯乙烯残留量已经达到1500 ppm， 足足超过国家标准嘅三倍咁多。前面我哋已经了解到四氯乙烯对人体带嚟嘅各种危害，咁面对四氯乙烯超标严重嘅衫，我哋仲可唔可以着咧？最好就唔好即刻着，因为点解咧？佢干洗完之后咧，衣物里边会有四氯乙烯嘅残留。尤其一啲素質唔係幾好嘅乾洗機啦，佢個殘留係比較多，相對係比較多啲。咁但係又都唔需要話過度擔心，因為點解咧？佢四氯乙烯正話我所講嘅，佢揮發比較快嘅。咁尤其係佢達到一定嘅温度嘅時候，佢揮發比較大。譬如咁，我哋喺市民咧，我哋洗完衫之後拎到翻屋企咧，最好就係將個膠袋啊。將膠袋拎起佢，除咗膠袋落嚟，放喺個露空嘅地方，
專家同我哋講，乾洗過嘅衣服咧，經過一段時間嘅晾曬，等啲四六月氣咧完全揮發曬之後咧，先至可以著喎。但係呢個四六月氣需要幾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完全揮發曬咧？咁唔同材質嘅衣料需要嘅揮發時間會唔會唔同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一齊嚟做翻個實驗嘅。咁我哋今次咧選做呢一個實驗嘅地址咧，亦都係比較特殊啦，因為我哋需要一個比較通風嘅環境，所以就揀咗喺實驗中心嘅天台嚟進行今次嘅實驗嘅。咁跟住落嚟嘅事情咧，就要交俾黃工幫我哋做啦。好，台上面擺放住嘅係五塊唔同材質嘅布塊，分別係棉、麻、黏纖、絲綢同埋多纖維混合面料。首先分別俾呢五種嘅布料塗上相同劑量嘅四六月氣乾洗劑，然後將布料都平攤喺台嗰度，等佢通風晾曬。檢測人員將喺一個星期入邊每日上嚟收集一次布塊，然後逐一對佢哋進行四六月氣含量嘅檢測，睇下喺呢個星期入邊唔同材質嘅布塊四六月氣嘅揮發情況有啲咩唔同。经过晾晒，棉麻类嘅布块嘅四六月气已经挥发咗大半粒，咁其他布料嘅挥发情况又系点呢？唔好行开，广告翻嚟为你揭晓。时间过去咗一个星期，检测人员俾我哋带嚟咗最终嘅实验数据。從以上實驗數據可以睇出，棉、麻、黏纖嘅四六月氣揮發速度較快，第二日就從1000 ppm 揮發咗一半，降到500 ppm 左右，而第三日就已經差唔多揮發完啦。而絲綢同埋多纖維混合面呢個四六月氣揮發速度就相對會慢一啲，第二日嘅揮發僅僅減少200 ppm 左右，絲綢喺第四日就揮發得差唔多啦，而多纖維混合面料揮發嘅時間就更長，喺第六日之後先基本揮發完。首先咧就係佢嗰個厚薄啦，佢件衫嘅厚薄。第二佢嘅材質，如果佢係帶有棉質嘅，棉質麻質嘅，咁佢吸入咗個四六雨氣之後，佢個揮發就會快啲。如果係羊毛啊、絲質啦、正如我所講嘅題目，佢個揮發就會慢啲。調查到呢度，我哋可以得出結論，原來乾洗衣服易尖毒呢個傳言咧係真嘅喎。四六月氣咧的而且確對我哋嘅人體會造成嚴重嘅危害，所以話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咧，以後喺洗完呢啲乾洗嘅衣服之後咧，千祈就唔好即刻拎嚟著，要曬足一個星期先至好著啊！老闆，你的絲巾怎麼回事？都縮水了，你看，你看，我真是真絲來的，不止縮水還掉絲，你是怎麼洗的？你是用水洗的嗎？怎么可能用水洗呢？买干洗的。怎么没可能？你这衣服怎么洗的呀？都缩水啦。缩水。那我怎么穿？对呀、都短啦。这么昂贵的，你我的也是真丝来的，缩水啦。这么大家你每个人你听到我这一般过分。什么店啊？什么店？什么店赔钱？对呀、所有赔钱，不要说那么多了。谁的？满谁谁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冲水了吧？行了，冲水，冲水，冲水，赔钱，赔钱。嗱，唔知道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咧有冇遇到過咁樣嘅經歷啦？就係將啲衫咧送完去乾洗店之後，翻到嚟咧件衫好地地嘅就縮咗水啦，又或者變埋形添。咁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啦，而家啲乾洗店咧為咗降低自己成本啦，原本要用乾洗劑咧就直接用水嚟洗啦。嗱，所謂智慧在民間咧，有啲朋友就諗到啲咁樣跳出嚟咯。為咗驗證咧啲乾洗店到底係用乾洗劑嚟洗衫啊，抑或用水嚟洗衫咧，就會將啲衫送去之前咧就塞啲紙仔啊，又或者係泡沫咧落件衫度咁樣收埋啦。咁洗完之後咧，翻到嚟睇下張紙，又或者睇下個泡沫咧有冇變形，就可以鑑定出佢到底係點樣樣去洗呢啲衫啦。咁究竟呢啲方法又靠唔靠譜嘅咧？我哋翻去即刻做翻個小實驗啦。为了检查这些方法的正确性，我们决定用实验来求证一下。为了令到检测结果更加明显，我们准备了四件大家平时送洗比例最高的衫。我们选择了毛呢大衣、羽绒服、皮衣和牛仔外套。这四类衫都必须要干洗才可以保证衫不缩水不变形。陣間啦，我哋就會將泡沫同埋紙巾咧，就收埋放喺呢一個衫入邊比較隱蔽嘅袋入邊，咁然之後咧，再將佢哋送去呢一個乾洗店咧度進行乾洗嘅。咁我哋而家咧就首先將呢啲小道具塞落去件衫度先。好啦，咁頭
頭先咧，我哋就已經將啲泡沫啊同埋紙巾咧，就一一咁樣收埋咗喺四件衫嘅比較隱蔽嘅袋入邊啦。咁陣間亦都會將呢啲衫咧，就送去四間唔同嘅乾洗店度進行乾洗，睇下拎呢啲衫翻嚟之後咧，可唔可以判斷出呢個方法究竟可唔可以知道呢啲衫係用乾洗劑嚟洗嘅，抑或係用水嚟洗嘅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即刻咧就揦埋啲衫去乾洗店度清洗一下啦。啲衫送洗之后嘅第三日，我哋从四家干洗店将啲衫攞翻翻嚟，到底四件衫入边嘅纸巾同泡沫会发生点样嘅情况啦？我哋拭目以待。咁啱先咧，我就将四件衫咧从四间唔同嘅干洗店咧就拎咗翻嚟啦。咁我哋而家咧即刻嚟查一查，我哋原本收喺呢件衫入边嘅小秘密，到底有冇啲咩变化啦？咁我哋就从呢边嘅呢一件羽绒衫开始。咁乾洗完之後咧，發現呢張紙巾依然係好乾爽噶啦，同埋咧係好容易咧就可以打翻開嘅。嗱，兩張好完整嘅紙巾，我哋再睇下入邊嘅泡沫，係剩翻少許嘅泡沫嘅。咁不過紙巾咧就係非常之完整嘅，我哋先放喺一邊先。我哋而家再嚟睇下另外一間乾洗店洗出嚟嘅衫啦。嗱，我哋可以見到咧呢件衫嘅紙巾咧都係好完整噶啦，嗱都係好容易咁樣分翻開兩張紙巾嘅。我哋再嚟睇下入邊嘅泡沫啦。我哋發現咧啲泡沫係完全唔見曬嘅喎，點解會咁嘅咧？我哋先放住先。然後再嚟睇下呢一件牛仔衫啦。嗱，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呢張紙巾同之前嗰兩個都係一樣噶啦，都係可以好容易打翻開嘅。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平整一啲嘅喎。嗱，係兩張紙巾。我哋再嚟睇下入邊嘅泡沫啦。嗱，呢件衫咧同之前嗰一件衫咧一樣嘅喎。雖然話紙巾咧都係好平整、好乾爽噶啦，但係入邊嘅泡沫咧。系都系完全唔见晒噶。好，我哋再嚟睇下最后一件衫啦，呢件大褛。哇，观众朋友，大家睇下，嗱，我哋见到咧最后一件衫咧抄翻出嚟嘅呢个纸巾咧，已经变成咗一嚿咸菜纸巾啦，而且摸上去咧，好似仲有一啲湿湿地、未干透嘅感觉，咁同埋都有啲脆嘅，就好似我哋平时咧唔记得将啲纸巾抄翻出嚟咧，然之后掉咗落个洗衣机度洗洗完之后晾翻干咧。就變咗一嚿脆卜卜嘅紙巾啦。咁我哋再嚟睇下咧，呢一個都係有剩翻少少泡沫喺入邊嘅。不過我哋之前咧都係平均每件衫咧係放咗四粒嘅泡沫，咁呢個咧係剩翻最後嘅兩粒啫。嗱，從以上嘅呢一個結果咧，我哋可以知道啦，四件衫咧都出現咗唔同嘅情況喎，都唔係話紙巾係完完全全咧喺件衫入邊嘅，亦都唔係話完完全全咧啲泡沫係冇碎嘅情況。咁呢個結果又意味住啲乜嘢呢？样品一嘅羽绒服送洗之后发现纸巾冇变形，但系泡沫却变细咗。而第二件皮衣同第三件牛仔外套出现咗同样嘅情况，纸巾又冇变形，但系泡沫却全部失踪。最后呢个毛呢大衣却出现咗令人意外嘅情况，收埋喺口袋入边嘅纸巾就缩成咗一团，用手搣佢仲系搣咗水添，而且泡沫亦都有减少嘅迹象。嗱，那个四六月希咧，系可以讲话对一啲。含有塑膠質的一些材質，它會反應是會溶解，但是泡沫當中也都有很多泡沫的、譬如說是有些是屬於橡膠性的泡沫，還有我們在日常、用來包裝那一類的泡沫呢，就是四六月希是不會溶解。但是你說講到正話講到話我哋用啲紙去試下佢係咪乾洗咁計咧，咁呢一個試驗咧都唔係話好十分準確，有一啲師傅為咗去加強佢嗰個洗滌嗰個效果，亦即係話同時你嗰件衫又有油性嘅污漬，又有水溶性嘅污漬嘅時候，佢為咗能夠使到呢個洗滌嘅效果更加好，佢會採用一啲加入啲水落去洗，咁佢就呢種係咪乾洗咧？都係乾洗，佢呢個係出於一個洗滌工藝嘅需要。專家話啦，用紙巾盒泡沫嚟判斷啲衫係咪被水洗過嘅方法並唔係特別靠譜。咁我哋仲有啲咩方法更加科學有效咁去判別啦？
如專家所講，用泡沫同埋紙巾呢個方法去驗證衣服到底係用乾洗劑洗啊，抑或用水洗嘅呢個方法咧，就唔係萬試萬靈嘅。所以專家咧又教咗我哋一個好巧啦，就係、是、我手上嘅呢兩支水彩筆。咁分別咧，呢一支就係油溶性嘅水彩筆啦，而呢一支咧就係水溶性嘅水彩筆。咁陣間咧，我哋就會用呢兩支筆咧喺呢四件衫入邊做翻個標記嘅。用两支水彩筆做上记号，可以判断啲衫系咪被水洗过，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干洗使用的是油性的溶剂，如果啲衫用水洗咗，水溶性的水彩筆做的记号遇到水就会发生扩散的情况，而油溶性的水彩筆做的记号就不会发生变化。相反，如果干洗店使用个干洗剂清洗个碗，用油溶性的水筆做记号，遇到油溶性溶剂就会发生扩散的情况，而水溶性的记号就不会发生变化。除了以上的问题，仲有一个很普遍大家都经常会犯的误区，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衣服都可以拿去干洗的呢？不是拿一些大褸啊、厚啊、那些冬天的外套啊，外套之类的，冬天的毛被套都是很大件那些啊，即是家很难洗或者很难干的那些咯，但是不会说即是很贵重的那些啊，西装啊、羊毛外套啊、正装之类的多一些，应该是冬天的衣服吧，西装那些咯。同埋街坊70%有过干洗经历的朋友认为，只要不使用水洗就可以送到干洗，对于啲衫嘅材质要求亦都只系略知一二。仲有啲朋友就认为，干洗店所有嘅衫无论咩材质都可以攞去干洗，咁系咪所有衫都可以攞去干洗呢？我哋所讲咧，第一个要睇你嘅材质、你嘅材料啦。如果佢系纯羊毛嘅，啊，注明系一定唔能够水洗嘅，咁啊最好就攞去干洗啦。絲質嘅啦，咁以及咧有一啲係拼裝嘅啦，又有羊毛，又有依家有好多拼裝嘅，咁就乾洗就比較保守啲。咁但係如果棉質同埋係麻質嘅，啊，以及的確良呢一類喺著穿著嘅過程裏邊咧，如果係貼身嘅衣物，啊，因為貼身嘅衣物咧好多嘅污跡都係屬於汗跡，啊，有一啲水溶性嘅污跡。是啲蛋白質跡，以及係一啲啊，譬如講蛋白酶跡呢啲咁嘅跡咧，最好仲係用水洗，洗完之後佢又冇味。大家以後咧喺去乾洗店嘅時候咧，就要留個心眼喎，盡量咧就揀一啲老字號同埋大品牌嘅乾洗店，千祈咧就唔好貪平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就覺得啦，有啲衫如果話自己可以洗嘅話咧，洗得安全又放心，著起身咧都比較放心一啲啊嘛。咁如果真係冇辦法自己洗嘅衫咧，就先至送去呢個乾洗店度洗，同埋咧拎翻嚟之後都要曬一個星期先至好著啊。咁今期嘅節目時間咧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如果電視機前嘅你哋想了解更加多關於生活嘅方方面面，就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30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下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咯，拜拜。